关灯国小临近乌山头水库，多年来持续咧推动水圳的教育。校方为着要纪念嘉南大圳开工百周年，有着五六年的学生开了一年的时间，创作五本的专册。囡仔是伫放假了后，转来写故事、画图，将这资料记录落来，希望讲透过五本册出版，予大家更加了解水圳的教育。所有五六年级的小朋友一起团队合作，我非常的用心，在一年的时间，在所有老师师长的指导之下，能够完成这五本的套书，内容非常的精彩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跟翻转所谓的水圳教育，让整个水圳教育更贴近我们所有的人，让大家一起更亲近，让能够大家能够知道水圳，然后亲近水圳，以及爱护和守护我们的水圳教育。这套册包括着三本的绘本，一本的地图册，也阁有即卖较少看到的翻翻书。地图册是采用大富翁的方式，设计水圳相关的题目、路线甲关卡，透过游戏来熟悉水圳。翻翻书是一本放在渡槽桥真好用的工具册。五本册各有特色，内容相当的多元。我希望这本书让你们了解，庙宇的神明不只有一个，雾山的水库底下还其实也有住过人。画画的话，如果颜色不想画错的话，就要重画。整张重画。我画一次画的话，很难再画第二次，所以这些人我都是很努力再把第二次再画出来。校长王全兴讲，囡仔会当伫咧一年的时间内底，家己画、家己写，完成五本的专册，非常的无简单。唔，那是对水圳的教育做出贡献，嘛替家己毕业了后留下上珍贵的回忆，非常的有意义。南台新闻王立德观点采访报道。